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次打俾三门天系啦。咁啊，今次就同队友打啦。呢、這个我哋事隔咗好耐嘅 BBC 复仇记啊。咁啊，上次有一个都好多年前咯。咁啊，谂翻起嗰阵时打呢个俾三门天，佢就一佢独特嘅回血方法就一举成名啊。咁啊，令到佢呢个扬名天下啦。咁啊，今次就佢就用翻呢、這个，佢就用呢个西王母算啦，系啦，就唔玩白旗啦。咁啊，拍住其他队友一齐打啦。咁我哋呢啲系啦。咁我谂嚟到今时今日呢、這个被三门天，大家都应该唔会有咩难度。佢呢个基本上都差唔多系嘅，即系我觉得系数一数二嘅容易嘅超绝嚟，即系睇你齐重嘅情况下啦。当然我意思系靓啦。咁啊，第一关应该轻松啦。咁啊，第一关控血即系考你，一系就一系就考你秒杀嘅能力。其实呢下唔系想咁多算啦。一就考你秒殺兩隻殭屍嘅能力，一就考你控制殭屍有個血量啦。咁其實呢度係比較基本，我覺得被三門天係一個我去想儲技，即係一個比較基本嘅殭屍關卡。咁我覺得不動明王嗰啲會更加麻煩啦，即係如果相比之下，呢、這個紅方世界啊，哇！呢、這個好有藝術性嘅彈法，呢啲真係～我殺埋個好嘢喎，咁啊即係貫通呢個係西王母，西王母呢度點？佢可以選擇 V 型殺怪或者殺咗只殭屍先啦，都得㗎啦，其實都得㗎。呢度睇你想快定慢啦，殺唔曬，因為你都係當草技，即係其實冇乜所謂，打快少少，打慢少少，影響唔大呢度。咁啊到我喐啦，我移一移走呢嚿嘢先，因為佢阻住我視線，係啦，上翻去先 ，OK。好，咁我睇下佢呢度會殺曬定係想殺剩一隻去回血啦。其實就而家血量嚟講 OK 啦，同埋有西王母應該都唔驚啦。咁啊選擇殺曬啦，都 OK 啦。接佢咁佢八旗呢個位是死位嚟嘅喎，睇下先啦，睇下佢可唔可以用呢個神技術出翻去啦。應該出到嘅，盾個盾有空位咁喺度，係啦，彈翻出去啦，要殺怪，因為殺剩一隻啊，足夠啦。咁呢個西王母就拉線做童子啦，好合理啊，咁樣彈係好合理，我覺得係啦，得冇問題啊，到我。哇！呢啲位点弹好啊？乱弹啊！呢啲唔想谂啦，有只鞋喺度。哦，嗱呢下纯粹回血嘅啫，打唔需要觉得惊讶吓，呢啲系纯粹系想储技，冇错，绝对唔需要惊讶嘅呢啲，系啦。好，哇 ，OK 喎、哦。咁啊，当打多一轮啦，即其实冇乜所谓。正如我先前所讲，其实就唔使急嘅，打超绝就唔好，即系唔使急，最紧要快，同埋最紧要够稳啊，得唔得？要杀啊，系要杀剩一只嘅。不过呢个角，佢呢个位，佢呢个位应该影响唔到西王母轨道嘅，上下啦，下上啦，系啦，呢条好合理，好正路啊。呢、這个扭一扭啊 ，OK 靓波。佢如果佢扭。佢俾我呢、這個童子殺嘅話，佢就可以令到野貓入關先啦。咁啊，貫通入關先係比較有利啊，我覺得。食埋把劍啦，冇曬，應該殺到嘅，係啦 ，OK。咁啊，完美嘅配合啦，呢、這個就跟住就到野貓。哇，野貓呢個位置就殺唔殺到三隻係有啲難，有啲難度啊，我覺得。應該都窄啲喎，呢、這個位置要殺三隻都幾窄，但係兩隻應該 OK 嘅。玩咩料啊，兄弟？喂，想點？咩料啊？一隻似乎過分一啲咯，即係我覺得。等先，哇，一半啊，陰公。八旗呢個左右應該殺到兩隻，都 OK 嘅。如果咁樣都還可以接受啊，應該就回到一下血嘅，一下係啦，一下42000，捱到嘅，正捱到嘅。跟住西王母嗰關就好緊要啦，西王母要同時殺兩隻怪加回少少血嘅，都得呢、這個位都得。撞到兩個隊友，哎呀，撞到一個食屎咯！23000睇下有冇彩啦。哎，有啲運氣。嗱呢下反射，如果食曬加串燒啊，神仙難救。我即刻開絕招啦，童子嘅絕招係時候用啦，呢場合用啱噶啦，係啦。
咁我其實冇諗住打弱點，我諗住求其撞落只黃道，其實撞到嘢回到血都得噶啦。無論嗰、那個佢撞落邊度，撞落個比特盾度都唔好所謂嘅。野貓，依下就回血嗰度回得少嗰啲，係啦，但係殺咗只黃，咁都 OK 嘅，都 OK 嘅。一段估我哋唔會死啊！依關噶啦，相信，因為呢關、可以我嚟大把時間俾你回血，睇一下上卡死 OK。OK， 跟住到边个？西王母应该上下应该 OK 嘅，我觉得上下应该骗得死。佢因为佢食咗大力嘅关系咧，上下有一二三 ，total 有三下系啦。上下上咁样三下一下，诶唔系喎，诶哇两下已经死咗，黐线！西王母三万几攻啊，好似我唔记得数字，其实我系。之前講過啦，我玩遊戲好少特登去記數字。我記得西王母係三字頭攻擊力。OK， 野貓睇下儲唔儲翻，睇下有冇興趣儲技啦。頂佢唔儲，我八期入先啦，咁就嗱理論上佢應該要殺咗右上嗰只先啦。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撞埋左下嗰只啦。睇下如果去。留命啦！我弹呢个就唔擅长，我唔擅长弹呢个嘅，我最多杀一只嘅啫，通常系啦。佢话好有艺术，哇，学劲喎，有货喎呢下，呢下有料到喎，学到嘢喎。但我下次我都唔会咁弹，我同你讲，我都系求其撞咗上面嗰只算数。咁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学佢咁弹啦。哇，呢下点样？点解唔杀咗左上嗰只先咧？哇，好符碌咯，真系好符碌咯，我觉得呢啲劲符碌啊，系啦，啱啱好啊。咁吹人唔涨啦，咪杀到咪死。本来想串佢，同时咁啊拉线求其交撞啦，我哋系啦，会唔会太劲？七十三万，咁啊几轻松，暂时嗰条血都几靓啦，我哋上下撞八期啦，OK 噶啦，六十九万，好求其都有六十九万啊，见到八期撞翻出去撞队友。哇！会唔会太靓？呢下全部 miss 晒队友，呢下真系特登都做唔到啦！呢下呢下有料到 ，OK， 咁啊唔紧要啦，都系唔紧要。下弯大技咁啊，都唔呢个杀到系最好啦，杀唔到就冇所谓嘅都系，因为我哋七万八血就点都死唔去啦，得西王冇一只奶啫嘛。我我本来想左右回血，但系佢嗰个伤害，佢嗰个回复逼喺下低，咁冇办法。哇，靓啦！世界级回血 ，OK。野猫呢、這个位杀两只冇难度啦，应该向住左下弹加速，跟住咬翻上去杀右边嗰只应该 OK 嘅，系啦，佢都系咁弹 ，OK。哇，八旗以下有啲难度喎，但系呢度留命学嘢啦，我哋又要学嘢，点样可以杀晒两只啦？同时有啲胶弹 feel 啊！杀咗一只 ，OK， 都 OK 嘅，杀咗一只都 OK 嘅呢下，一出到去已经好难得嘅啦，同埋佢打咗百几万血，西王母咁啊，求其撞三只回血算啦呢度，呢个要求唔多啊 ，OK， 哇，我呢个位置有难度咯，哎，佢走咗，有线加速拉唔到线，哇靓啊，一下 Q 啊！超大童子系超大力嘅，其实虽然佢个速度唔高，咁啊四个绝招点都赢啦，系嘛？你唔即系除咗八旗号令最能失败之外，根本系冇可能输嘅呢个情况，我谂唔到点样先会输啊？系啊，除非系最能失败开号令撞墙嗰啲，咁如果唔系真系点开都冇可能输嘅呢个情况下系 OK。呢个留名学嘢啦，我哋又要会唔会撞？会唔会最能失败呢？O、okay, K， 其实我有少想去最难失败，讲真，即系唔知点解你会好兴奋，见到成行血扣晒，你会觉得有爽快感。O、okay、K， 西王母应该骗得死啦，已经。咁我顺便拉埋线，佢已经即死啦。依家其实点都赢啦，呢度好轻松啦。今次都冇佢冇乜点呢、這个 B B C 冇乜点特别做错嘅嘢啊。今场都冇位入佢，系啦，冇位入佢。OK， 咁啊非常轻松又愉快啊！嗰个同战友们打呢个超绝，咁大家都极运晒啦，系得佢未极运啦，我相信。好啦，我要归星雷神，唔该俾啲归我。哎呀，
四隻龜，我可以升雷神。OK， 咁啊，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